另加二零二三年七股盐山大型装置艺术季开跑，授予台湾盐业历史的主角盐江维纳图，本次装置盐大厦的独白，规划上届会议的大盐上退的动作，巧妙交盐山融合为一体，并在盐山的墙壁下布置台车、盐包、盐铝、扁担等复古摆设，为明年盐业文化系列活动拉开序幕。台盐公司总经理陈世辉表示：“我们今年七股盐山这边策展是以盐担下的独白呢，当作我们的装置艺术的主题。那主要是我们希望延续呢盐业的文化。七股盐场过去曾经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晒盐的一个基地，那后年呢又是台南整个建成呢400周年。”那台南本来就是台湾地区呢很重要的一个过去晒盐的一个产地，所以我们希望今年透过盐担下的独白这样子的一个盐业传承的意向呢，能够把百年的盐业文化呢能够延续下去，让一般消费大众透过跟盐业文化的一个接触呢能够有深度的一个了解。所以在明年十月的时候呢，国家档案局其实从今年开始呢，在从北部、中部，那明年会到南部这边呢，在七股盐山这边做所谓的台湾盐业档案的一个特展。那台盐公司呢，我们目前正在筹备的当中，到时候呢会有一些相关性的活动呢，会带上来，让大家呢一起来见证呢整个盐业发展的一个历史啊。我想这是今年我们这样这个装置艺术跟过去呢比较不一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地方。谢谢。其实台盐呢。对我来讲，我今年2月呢来到我们云嘉南管理处任职。以前呢对这个云嘉南呢就是白色云嘉南知道是晒盐的地方，但是经过这10个月呢将近一年的时间，我深深感受到这里的文化的这个底蕴。刚才这个陈总呢有提到，其实台盐呢从这个地方给我们云嘉南这个地区呢留下了非常珍贵的这样的一个产业文化的观光底蕴。它是一个在台湾甚至在亚洲地区很少能够看得到的。我的任务呢就是希望把我们这个产业文化从一级变成三级文化。刚才所讲的晒盐以前是非常辛苦，但是现在呢刚才所说的晒盐现在是一种变成游客是一种乐趣，希望能把这样的一个氛围呢能够带给游客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只有来看而已，而是呢能够去感受到文化的这样的底蕴。所以呢现在刚才陈总有提到，现在档案局现在在做有关盐业文化的这样一个档案的这样一个展示，明年也即将移到我们这个云嘉南地区来。那其实这个部分呢对于中北部或者是外国游客呢，我们都在讲说盐香其实有很多的文化底蕴。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在云嘉南地区早期投入的这样一个文化这部分所留下来的这样的资源。我们去年呢云嘉南管理处把这个金仔角的这个从产业文化的这个保存跟地方上合作，跟现在把它变成是有点叫做产业创新呢，获得了世界永续旅游协会呢这个永续故事奖的一个地点。也持续呢希望呢对于后续呢对于我们盐业文化的这个部分呢这个发展呢跟来去跟地方合作，跟产业合作呢，跟社区合作，能够创造更多感人的这样的故事。希望能够营造呢外国游客来台湾想要感受不一样的呢到我们云嘉南，到我们整个云嘉南这个地区呢来感受一下文化产业湿地等等呢，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深度旅游的这个地方。那在此呢敬祝各位这个元旦过年都快到，身体平安。那也预祝这个我们台盐公司业务蒸蒸日上。那盐香七股这个地区是我们整个台湾很特殊的一个所谓的叫做产业观光的一个地景的这个资料它也造就了我们云嘉南管理处举办一箭双雕很重要的跟全台湾不一样的这样一个活动氛围希望能够跟
台南市政府合作，还有跟区长这边，后续呢，我们把这个说故事的这个氛围呢，能够带向全台湾。那疫情开放之后呢，我也积极在努力呢，这个能够吸引这个日韩跟东南亚的客人持续呢来到我们这个地方去做采线参访希望呢能够带给这个地方的社区呢还有我们的从事文化、从事旅游的这个产业呢都能够获益再祝进驻今天的活动顺利圆满成功，各位嘉宾身体健康，谢谢，谢谢，谢谢陈局长。好像这个脚哈，又长了自己的鞋子，专属鞋子就有一点茧哈。那唐总，我刚刚也讲到说，像遇到天候不佳的时候，突然间一阵雷阵雨，又要把鞋把它弄好，要赶快去躲雨哈，免得自己又湿漉漉。等一下回来太阳出来又去工作，其实是不舒服的。所以真的是盐田是员工们他们工作很辛苦。造成一座山了。好，对，没错，标准动作。我们现在呢，是先第一要铲，来行嘞，要铲之前，等一下听定格。来行嘞，对，先那我们先定格。那个机长是不是也可以？我们弄一把一小小的烟上来，这样比较画面比较漂亮。对对对，然后垫定格，对对对。盐山坐落里，盐香七股，享有充足的高日照。曾被入美誉为前台出场上界清奇的所在，你这到来了，邀请游客前往盐山旅游，并体验净化出场、辟邪除魅、补充能量。这个盐山介绍甲相关活动详情，请浏览盐山官网甲客服专线0800230999。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